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是2012的元旦，农历正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。正好碰在一起，这是个非常好的预兆，是个吉祥的预兆，希望佛法能够帮助2012化解玛雅预言的灾难。最近两个月来，我收到很多同学的来信，都谈这桩事情，祈求全球同修们在同一时间呢念佛，用集体的念力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来化解地球上的灾难。这几封信几乎都谈这个问题。这一封信说的是应对2012全球的危机，希望都能够接受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博士的提议，就是唯有全人类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将世界引导到更加美好的走向。所以像这些罕见的，我收到很多。香港有一个圣贤教育协会，他们在前两个月，这个王会长夫妇两个来看我，我才晓得有这么一个活动，他们希望在香港办一个万人的讲演大会。那么讲演的人他找不到，希望我给他找几个人。我给他建议，我说找人很困难，时间这样匆促，有很多人时间都排定了，抽不出时间来。我说你找我，我天天在讲解，每天4个小时，没有中断。所以我建议呢，不如办一个念佛大会。因为他的场地已经租下来了，没有办法退。要是不办活动了，钱都给他了。他感觉到有点可惜。所以我就劝他，你去找找常怀法师。香港法师里头我比较熟悉一点。如果他能够协助你，让他来主法办一个念佛会。不要讲经，念佛好。我们学大经，去年我们学了一部大经节演义，接着我们来学习扩注，注解依旧用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，他注得太好了，我们深受利益了，才知道念佛功德无比殊胜。
啊，讲千经万论，到最后总结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用今天科学家来说，这个话来讲呢，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！我们有这么多人集中这个念力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真心切愿，一向专念的，用这个功德来回向，给香港这个地区啊，在灾难当中平安度过，给中国的祖国，给东南亚，给全世界啊，希望的时候这个念佛会能够收到这个效果啊，这个对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是非常大的贡献啊。会长跟常怀法师也要求我找念佛会第一天要我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，我说我还是不去的好，时间抽不出来，我上午讲两个小时，下午讲两个小时，去参加至少两个小时不能讲经啊，我希望讲经不要中断啊，这也是很多人对我的期望啊，我每天读经四个小时，讲经四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念佛啊，但是我可以呢录十分钟的这个录个光碟，十分钟在大会里头播出啊，作为我跟大家庆贺新年啊，跟大家讲几句话勉励大家，这个念佛的功德是为什么啊，是为了化解灾难啊，是为了祈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消除地球上这一些频繁的灾难啊，能不能做到呢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自己要有信心，有这一份的诚意，这是非常难得啊！我相信能够感动佛菩萨，能够感动我们的老祖宗啊，祖德庇佑，三宝加持啊，功不唐捐呐！啊，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动摇啊，我们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来支持名号啊，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啊，自利利他，这是一桩好事啊。啊，外面的传言很多啊，我在这几个月当中这个收到的信息非常多，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呢？不必去理会啊，甚至是这些传递的信息啊，他说我不能不听，他有文字传的时候我可以不看啊，为什么不需要看呢？因为它的内容我了解啊，不要耽误时间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，这个我跟诸位讲过很多啊，大家的福报都比我大，寿命都比我长
啊，很多老同修都知道，我的命很薄，没有福报，啊，寿命在45岁就该死了，啊，那一年我得了一场病，我一生没有生过病，啊，45岁那一年是我讲经的第12年，我出家就讲经。就教佛学院啊，到今年2012，54年了，没有中断过啊。虽然没有道场，到处流浪啊，我很安慰，因为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是到处流浪。他给我做了一个榜样，啊，做了一个典型，啊，我这个到处流浪的生活，啊，我很感谢佛陀，啊，老师，我出家的时候，老师劝我出家，而且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辜负老师，啊，我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个老师是张家大师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安排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所以我这一生当中能够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就是老师这一句话，我相信老师，老师不欺骗我。啊，一生都是佛安排的，我只有欢喜接受，顺境欢喜接受，逆境欢喜接受，善缘恶缘平等的欢喜接受，这个多快乐啊！啊，老师的一句话了，我们一生奉行呢，得的利益太大了。啊，如果你不肯照做了，那责任要自己负责。啊，我听话，因为我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这不听话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我对于老师是特别感恩。啊，我的讲堂，我的摄影棚，都挂着老师的相片。啊，如同老师在讲堂一样，看着我在这里做报告。啊，我对于父母祖宗感恩的心，对老师感恩的心。啊，对于善友感恩的心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友，鼓励我的、赞叹我的是我的善友。回报我的、陷害我、陷害我的也是我的善友。这从哪里学来的？从华严经53参里头学来的。啊，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能成佛？就是这个方法。心目当中全都是佛菩萨，没有一个恶人。他对我表现的恶，那是菩萨来点化我，来考验我，看我还动不动嗔恨心。我不动嗔恨心，菩萨就满意了，我考试及格了。啊，如果这个人回报，那个人陷害我，有一念嗔恚的心，佛菩萨就会叹息啊，就会摇头啊，我不及格啊。啊，善缘顺境没有留念，逆境恶缘没有怨恨，永远保持这一部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这一生才没有白过啊！啊，清净平等觉在哪里修的？最重要就是在人世环境里头。啊，其次是物质环境。
要在环境里头真修啊，真干呐、啊！啊，这从前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你看佛教的智慧，不是在那里凭空想象啊，五十三参是真干出来的呀、啊！啊，是在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里头磨练出来的，这叫真实智慧。啊，我初接触佛教的，还没算接触佛教，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他老人家告诉我的。啊，特别把《华严经》介绍给我，他说《华严经》是佛教哲学概论。啊，特别介绍清凉大师的著书。啊，华严境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境界，清凉国师的苏超等于是导游，啊，他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去游览华藏世界，啊，游览华严海会，啊，我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啊，真干了，所以老师欢喜啊！啊，我跟方老师的缘很深啊，承蒙老人家特别照顾。啊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始终认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迷信，啊，不可能走到佛门来。啊，老师把我点醒，佛教不是宗教，是哲学，而且是最高的哲学。啊，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都一样。啊，确实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幸福美满，我得到了。啊，自在快乐。啊，要不是大臣，我怎么会有这样充实的这一生，圆满的这一生？啊，你看叶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这个世界上人谁能够得到？谈何容易啊！啊，我相信老师不只教我一个人呢。啊，为什么我能得到，别的同学没得到呢？他不听话嘛。啊，自己的意见太多嘛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我能得到，是我老实，我听话，我真干，啊，我才得到啊。啊，方老师的长公子，啊，前两个星期从美国来看我，我们非常欢喜。啊，他夫妻两个带了他女儿，啊，现在住在加州。啊，我们感恩呢，古时候。师徒如父子，关系都亲密。啊，老师的儿女就是自己的亲兄弟。啊，永远要关怀，要照顾，要互助合作。
他今天还在，他还有两个小弟，我没见过面。啊，在纽约。啊，我们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呐。啊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没有两样。啊，好好的照顾。啊，有任何困难，全心全力协助。啊，把师生这种关系做出来，现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了。啊，今天我们要恢复传统，啊，必须把孝道做出来，把师道做出来，这是传统的核心。大乘佛法不离这个，你看净业三福。前面两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孝养父母，孝道啊，奉师师长是师道啊。啊，这两个道都没有了，社会就乱了，灾难就来了。这两个两桩事，我们找回来了。社会就安定了，灾难就化解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念佛，佛教我们念佛，不但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。那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肯定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加持。啊，我今天以这一点呢，供养诸位同修，啊，嘱咐同修们，在今年这一年，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，我们念佛化解灾难，啊，一心一意，其他的念头通通放下，啊，赞叹我的人是恩人，回报我的人是恩人，都是佛菩萨。啊，我们在这个里头锻炼提升我们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祝福大家，恭贺大家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现在我们看大经扩注第391面，啊，从第二行看起。这一句经文也好，啊，对我们今天2012啊很管用，好像就是对我们说的，坚固不动。啊，这句经文好啊，其心如金刚，能破一切，而不为一切所破，故云坚固。能破一切，真实的意思是不被一切影响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啊，我也跟同学们说过，我的父亲一生只教了我一桩事情，他失败的经验告诉我，不要走他那个错误的路线。啊，他为什么失败呢？就是心浮动，一生当中啊，常常换职业，所以一生呢是一事无成。啊，告诉我，无论搞哪一个行业，你就一门深入，啊，决定不要改变，啊，一直做下去就会有成功的希望。
啊，这是我得自我父亲的。啊，其实就是古人的一门深入常识心学。啊，正如同在学校读书一样，常常换科系，大概40年都毕不了业。那常常换嘛，那你学一门呢，那4年就毕业了。啊，所以决定不可以，一个科系一定学到底，一生学到底，就变成了专家了。啊，这很有道理的。啊，我们不会被外面动摇，外面说这个好那个好，84000法门门门都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过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所以法门是平等。啊，可是我们学习呢，只能学一门。啊，决定不能学许多法门，许多法门，我们的心力分散了，我们的精神也分散了，不能集中。佛在《大小乘经论》里头都教给我们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一定是一门深入，你才能成就，啊，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智慧。啊，佛法与中国传统的教学，啊，教学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开智慧，以这个为目标吧。啊，不是光学多闻，不是这个，是叫你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他就讲得很具体，很实在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，啊，这就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儒家接受了，道家也接受了。啊，这个方法正好啊。啊，多少时候能见效果呢？顶多10年。啊，10年的时间不是太长，但是也不短。中等根性的人，3年4年就得定了，心就定下来了。啊，心定下来不会被外头动摇。你说好，我赞叹。我不会去学你那个，啊，像善财童子53参，只看只了解，不学。他学什么？他老实念佛。第一个老师教他的念佛法门，啊，吉祥云必求啊，80华严里面的德云必求，啊，53参第一了。啊，第一代表什么呢？先入为主。啊，中国跟印度都重视先入为主。啊，这一位善知识教他念佛法门。跟他讲了21种念佛法门。这21种一展开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，啊，通通归纳起，通通归纳的念佛，了不起啊！啊，善财童子接受了，
我们看到第一个，再看最后的一个，啊，时钟吗？啊，最后一个第53，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我们这恍然大悟啊！善财说什么？彻时彻宗就是念佛法门。表演的好啊，让我们都来看了之后啊，哎，死心塌地啊，华严到最后归净土，归无量寿啊。所以隋唐祖师讨论这些经教，我们看了这些文字一看就懂啊。为什么？我也是走这条路啊，他所讲的就是我所走的啊，更增长我的信心，更坚定了我的坚固志愿啊，不会再为外境所动摇啊。特别是这一步，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啊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本子是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，他在台中讲过一次啊，并且做了眉注，做了注解，简单的注解啊，这个本子给我了，他老人家的遗物就是这本东西给我我依照这个本子讲过10遍，越讲越欢喜，越讲信心越坚固啊。去年初我把华严经暂时放下，为什么？灾难太频繁了，救灾难要找如来第一经，华严是第一经，无量寿第一里头的第一，而且分量少，华严太大了，我讲得很详细。预估华严经讲圆满需要2万个小时，对于化解灾难来不及了，所以华严停了讲这部经，宣讲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我对他的注解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他跟我的关系，我们认识虽然都是在晚年，真正志同道合啊。他老人家在的时候，我每年回到北京去2次到3次，专门去看他啊。现在国内很少去了啊，为什么？老朋友没有了啊，以前有黄念老，有赵普老，还有富铁山大主教，啊，明山法师，啊，这都是老友。啊，我们在一块谈话都非常契机。啊，现在这些人全走了。我到国内去就很伤心啊，老朋友都凋零了 啊，所以现在很少去啊，讲经纪念这些老人家。
啊，富帖山是基天主教的啊，大主教。晚年他生病在医院，我念佛给他回向，他接受我，他欢喜呀、啊，哎，而且还真有效果。啊，我们真谈得来啊，比佛教的老和尚好多了，我跟他什么都谈呢、啊。啊，他的秘书陈先生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老友都凋零了。啊，变成孤家一个人，孤家寡人。啊，现在每天作伴的就是这部大经。这部注解啊，展开经卷，我就看到夏莲老跟黄莲老啊，念念不忘啊。我们展开这个经卷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依教奉行啊，二零一二的信息对我来说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我非常喜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给我定了一个日期。啊，告诉我，在这个日期之内，我的敬业一定要修成功。什么叫成功？最低限度是功夫成片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，看到一切人是阿弥陀佛啊，看到一切动物是阿弥陀佛，看到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，看到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入阿弥陀佛境界了，你决定的生净土。阿弥陀佛有没有给我消息呢？有。我在79岁那一年，那一年是个关头，我在庐江，身体有一点不舒服，到北京去呢，就病倒了，住在旅馆里头4天。啊，他们找些中医来给我看。我自己心里有个感觉，寿命到了。啊，45岁延长到79岁。真的见到阿弥陀佛了。啊，是病的第三天啊，第三天见到佛啊，境界非常清楚，似梦非梦，因为不像一般梦中的境界啊，就像我们睁着眼睛看的人很清楚啊。我在床上睡着，醒过来了，啊，看到天空非常明亮，啊，在我面前是青山，没有水，啊，一重一重的，啊，以后我到云南，在大理看的，就像大理那个青山一样，啊，一层一层的，啊，看到了。满山遍野全是人，面孔都对着我啊，那么多的人，我都感觉到很奇怪，哎，是不是听众啊？这是讲经说听众，这么多人啊！我这个念头起来之后啊，忽然那些人全变成畜生，我就知道不大对了。
一个人都看不到，个个都变成畜生，啊，各种不同形象的畜生。这个时候我念了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每天拜佛，啊，我在这边拜，你们大家看到我第一拜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拜呢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第三拜是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，啊，几十年呢养成习惯了啊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念了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多大呢，跟天空一样大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全身放光啊，我又接着念第二句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不见了，就阿弥陀佛出现了啊，真叫现大身，身跟天空一样大了，就半边天呢啊，我接着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啊，阿弥陀佛不见了，毗卢遮那出现了啊，最后我念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现的像也是那么大啊，毗卢遮那佛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我旁边，我看菩萨像没有回头啊，我一心专注看佛像，这么大的佛像从来没看见过啊，旁边人问我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了的，我说了了，我没有事情。你还有没有人要见面的，我说没有，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见面。啊，他那你全都放下，不是全都放下了。啊，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想跟佛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不过如果佛要留我在这个世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也可以啊，我听佛的吩咐啊，这样就醒过来了啊，不像是梦，非常非常清楚啊，醒过来呢病就好了啊。第二天我回到香港，在香港养了两个星期就恢复眼睛啊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死过两次，我有两次濒临死亡的经验啊，这个经验太好了，我不怕死，我很喜欢死啊，不像别人呢，为什么我死了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了啊，我到那里去上学啊，去提升自己啊，成佛之后像诸佛如来一样啊，在变法界虚空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多快乐的事情啊啊，别人看到我这一生过得很辛苦啊，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非常快乐，他们不知道啊啊，只是我们境界不一样啊，也就是想法看法都不相同啊，别人看这个世界灾难，我看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啊，没有一样不再帮助我觉悟啊，帮助我提升啊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我有这个把握，任何时候我走的时候阿弥陀佛都会来接我感应道教嘛，不可思议嘛啊，我们没有一天离开阿弥陀佛，这一部经典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每一天读经，每一天跟大家分享啊，坚固不动。
啊，决定不会受外头境界动摇，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。啊，一切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我们就真正得离了。就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，你要是动摇了，你就被别人所破了。啊，绝不动摇。啊，什么事情到面前来没事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我每天正常的活动，啊，正常的生活，不受任何干扰。啊，上一个月，澳洲举行学院十周年纪念，我去参加了。我把职务都辞掉，告诉大家，以后可能不再到澳洲参加任何活动的。啊，可是澳洲呢，没想到发生一桩事情。这桩事情我很欢喜。澳洲图文把这个小城宗教团结了，真难得了。过去我们在汤池做了个实验，是小镇做实验，搞得很成功，影响很大。这一次图文把宗教团结，这个意义很深。啊，如果这个城市宗教团结成兄弟姐妹，会影响全世界。啊，所以我对他这个事情还是很关心。啊，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全世界呀？这个宗教给社会一个崭新的面貌，宗教教育，化解危机。啊，我劝所有宗教啊，一定要回归教育，都要讲经，要教学。啊，我说我是个例子，你看到我一生讲经教学50多年，啊，在这个国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啊，如果每个宗教都能这个影响好啊，啊，真的能够化解冲突，带给世界安定和平。啊，我希望每个宗教都发现，他们真干呐，做了个计划送给我看。啊，他们每4个月办一次活动。啊，这活动是什么呢？就是多元文化宗教交流，啊，分享的活动，就是我的宗教，我这4个月做了些什么。啊，自己的提升以及帮助这个信徒，啊，再就宗教的联系，啊，这个互相合作，啊，做出这些成果，提出报告，非常有意义。这桩大好事情，啊，我对这个很关心，啊，能够帮助全世界宗教在国际社会上提升地位，啊，让大家对宗教改观。啊，宗教是社会教育，不是迷信。啊，要把这个澄清，啊，让大家面目一新。啊，宗教叫什么呢？我叫补缺教育。现在教育里的缺少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那这个东西，所有一切宗教经典里面都有。我说我们补缺教育，
啊，那么宗教教育对社会贡献就大了。社会的教育是教人做事，宗教教育教人做人，做人比做事还要重要。啊，这是一桩大好事情啊！下面说其性如汝，啊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如汝不动啊，故云不动，就坚固不动。此之不动呢，不是成空之极。成空之极是小乘，啊，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们证入涅槃境界，真的，他什么都不做了，啊，自己其如极静的境界。”不动了。二是信心其余真如法义。啊，大乘不一样，大乘涅槃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而如如不动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这是我们要懂得的，啊，大小乘不相同的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什么事都干了，只要是好事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利益国家的事情，利益世界安定和平的事情，我们要认真去努力去做，啊，做的时候什么不动呢？不为名利所动，不为情执所动，啊，像大乘教里常讲的三轮体空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这就是坚固不动。啊，那说个简单的说，不为名动摇，我不要名；不为利动摇，我不要利。啊，什么都不要，全心全力把这事情做好。啊，这一切名闻利养供给别人，哪个人想要都给他，你说岂不是叫皆大欢喜吗？啊，自己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上，这一点重要啊，与法性才相应啊，这是心性其如啊，真如法也啊。如果为名为利，你就落到六道去了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善业了，三善道。啊，恶业呢，就都三恶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世尊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就讲过，出家人可得为世间事，不可得为世间义。啊，世间事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。利益众生的事情可以做，不能有世间义。世间义就是你在里头起心动念，你在里头分别执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有名闻利养。啊，你有七情五欲。你有贪嗔痴慢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这是决定不能有的。以真诚清净心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后面这一句呢就更高了，念念流如啊，如来觉海。啊，这个也有大经上讲的。这个如来，
觉海啊，就是一切种智啊，这个是如来所证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就为这个啊，念念的跟如来觉海相应，觉而不迷呀。啊，也梵语称萨婆若海啊，萨婆若梵语啊，也就是一切种智此地的如来觉海啊，这才能够集世间而利世间。小乘人利世间不集世间啊，大乘是集世间而利世间啊，真正能对一切众生呢做出贡献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两句经文，修行精进无能御者啊，这都是赞叹法藏比丘啊。法藏比丘这种修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跟进啊，精修行精进啊，无能御者修行者为通用之词。自晋朝以后啊，转为佛教的术语啊，因为修行儒家也讲，道家也讲，如理而行戒定慧曰修行。这个修行两个字的本意在中国古时候说得很清楚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。那么行为里面呢，不外乎三方面，一个是思想啊，思想跟见解；第二个是言语；第三个是造作啊。我们的思想错了啊，看法错了，想法错了，要把它修正过来。我们的言语错了，我们的行为错了，都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在中国古代啊，是通用之词啊。古代在中国传统教育里头非常重视啊，因为你不修正过来的时候，你学了没有用处啊。啊，学以致用啊，学了之后一定要知道，你把它这个修正过来啊，修正有标准，标准的总纲领啊，老祖宗所传的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与这些相应的，这是正确的，你要保守住；与这些相违背的，你一定要把它修正过来啊。所以它有标准啊。这你说的很好，静以后啊，转变成佛门的术语啊，虽然是佛门术语，在社会上还是通用啊。不过佛门里面呢，标准呢不是伦理啊，不是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而是佛门里面所讲的教理行苦啊，这是大乘教上所说的啊，即佛教当中教理行果四法当中的行法啊，也是一教一理，那是标准啊。行必须要与教理果相应啊，这是正行。如果相违背的呢，那就是邪行，
你是错了。啊，精进者勤也，慈恩是窥基大师。啊，上生经书里头说，精为精纯，无恶杂故；净为深净，不懈怠故。这叫精进。啊，那么佛的教很多很广啊，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，这样的标准就太多了，太杂了啊。古大德把它归纳，把它归类为戒定慧啊，这三学啊，戒律这是基础啊，规矩啊，最根本的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啊。三规是属于礼，总纲领总原则啊，就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，讲觉真经啊，这是总原则总纲领。这三个字要是都做圆满了，这就叫成佛了啊。而这是学佛的人在佛门里面接受三规这个仪式，就是正式啊，作为一个佛的弟子啊，我发愿呢，我要向佛学习，佛是我的老师啊，老师就把这个原则告诉你啊，所以佛是觉的意思啊，这个觉不是外面，是自信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自信本来觉。中国老祖宗也是这样告诉我，你像《三字经》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的性本来是善的，善不是向外学来的啊，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啊，你只要把本有的善开发出来，能够保持而不丧失，那个人叫圣人，在佛法里面就叫佛陀啊。佛陀是印度话，跟中国人讲圣人没两样，菩萨是贤人啊，阿罗汉辟支佛是君子啊，它是一种称呼啊，但是这个称呼有一定智慧德能的水平啊，智慧德能达到圆满，这称佛陀，人人都是佛陀，人人都可以修行到圆满啊。佛陀不是一个人啊，所以释迦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话讲的真的一点都不错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？现在迷了啊，现在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就错了。真心里头没有分别之处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，那是真心，这真心不动啊。
真心本觉啊。这一动就不觉了，像水一样啊，一动就起了波浪，波浪叫烦恼啊，你那个照的作用就失掉了。不动的时候照见，那就是智慧啊。所以人心一定要定，心不能动，心动就坏了。嗯，身要动，身不动就坏了。身是机器啊，它一定要运作，它要停到那就生锈了，就麻烦了啊。心不能动，那现在人呢恰恰相反，他心动身不动，所以搞成一身的毛病啊。啊，道理在此地，佛家养生之道啊，身动心不动啊。通常出家人运动最好的方法拜佛，嗯，拜佛身在动啊，照他的规矩五体投地，身体每个部位都运动到，但是心不动啊。拜佛的时候心里念佛，心不动，身动心不动，养生之道啊。啊，长寿之道啊。啊，这世间人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佛门里面也很少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。那么佛教除这个最高指导原则之外啊，实际落实在这个修行条目当中，就是无戒跟实善啊。无戒跟实善呢，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做的啊，尤其是实善。实善不算戒律，算是一种善行，善恶的标准啊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无戒是特别要求戒受三规的同学啊，你既然以佛为师了，这五条一定要遵守啊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行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五条啊，这叫做根本戒啊，必须遵守啊。你不能遵守，这不是佛的弟子啊。十善里面，所以他善他不叫戒，就跟中国人讲本心本善啊，这个十善是本心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前面三条跟五戒是一样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行，身三善啊。言语呢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啊。不绮语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欺骗众生，那这个事不能做啊。不倭寇，倭寇是说话很粗鲁，让人听到难受啊。所以口有四条啊，也就是口最容易犯过失，这四条。意有三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这个十条啊，一定要做到啊！啊，佛对在家弟子要求十善，啊，对出家的弟子要求的是沙弥律仪。他有十条戒，有24门威仪。啊，必须要遵守啊！如果不能遵守，是假弟子，不是真的。
啊，你说你是佛的弟子，佛不承认你。你如果真能做到了，没有受三皈依，你说你不是佛的弟子，佛承认你，你是他的弟子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做到了。啊，所以他就有标准的，这修行行有标准。啊，礼要遵守。啊，这些法呢，一定要做到。啊，要把它做到。要勤奋。啊，真干呐。啊，这个慈恩是魁寂大师讲的。啊，精纯。无恶无杂。这两桩事情啊，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行，不但没有恶呢，连夹杂都没有啊，杂什么太多了，太乱了，虽然它不是恶的啊，但它干扰你，就是你的妄念太多，你杂事太多啊，心不纯啊，不一样，要纯疑才好，纯疑能得定啊。静啊，是身静提升。每一天呢，要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德行，一个是智慧。啊，每一天都有进步啊。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佛家的身净是这个，不是升官发财，啊，不是地位也天天高，啊，财富天天多，不是这个，啊，佛法是讲德行跟智慧，啊，这两样东西啊。要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你会非常快乐，啊，地位跟财富不相干的，啊，我们有这个缘分，认识很多很高地位的人，啊，国家领导人，见面，他也给我诉苦。啊，也遇到说大富长者呀，拥有亿万财产的，不快乐啊，睡觉吃安眠药啊，啊，告诉我养成习惯了，啊，不吃安眠药不能睡觉，你糟不糟糕？啊，人生要活得快乐，这才真正的懂得人生呐。不一定要这个财富与地位啊，要德行，要智慧啊，有智慧有德行，自然社会大众尊敬你啊，你生活虽然简单很朴实，非常健康，非常快乐啊，学佛如这个得不到，那佛法就传不下去了啊，方东伟先生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实在讲呢，就被他这一句话吸引到佛门来了。啊，最高的享受我们要追求。又欲者，越也，过也，甚也，就是超越的意思。啊，超过的意思。此二句总结上文。修行总跨以上种种妙行。如是住行，悉皆精勤深进。故云修行。精进
法藏比丘的德行，无人能及，故曰无能与者。法藏比丘前面说了三点：出家修行，才德超逸，这是他的禀赋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行愿精进。啊，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：赞佛发愿，啊，王以佛所，他到老师世间自在王。所在之处，啊，顶礼长跪，合掌向佛，这是礼戒。戒以切陀赞佛，啊，切陀我们中国人叫寄送，啊，印度叫切陀，发广大愿。这个愿文是用寄诵说的，啊，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，乙是王也，就是到那个地方，所是处所，啊，佛所在的处所，啊，顶礼，梵音呢叫南无。那么你们现在看到我们念佛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是什么意思？顶礼，啊，就是礼拜恭敬，它有这些意思在里头。此以归命稽首顶礼，或者直接说一个礼，啊，常云顶礼佛祖，啊，我所跪者呢是头顶，啊，彼所背者，啊，佛所最背的是两只脚，在脚下，用我的头去理他的足，啊，这叫最敬礼，啊，恭敬呢，你看以我之所尊，恭敬彼之所背，表礼敬之极。这是我们常讲最敬礼，啊，叫礼作戒作礼。切陀旧作记，啊，这个旧是唐朝以前所翻的，啊，翻作记，此翻为宋，啊，玄奘大师以后翻切陀都翻宋。所以我们和常常把它连起来叫寄诵，啊，它是诗歌的题材，啊，诵者赞也歌也，啊，采用寄诵之意有三。为什么佛经里头寄诵这么多，啊，它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记文字少，啊，记文呢少字，当中啊含义很深很广，啊，文字很简单，一节一尺，啊，特别是容易受持，因为你容易记得。第二呢，记音美妙，用之赞咏，他可以唱的，
啊，也就是唱词，可以唱的。啊，文字也非常之美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那么第三个意思，佛经里面呢，常常也是重诵。啊，前面佛所讲的这段经文，后面呢又有偈颂。这偈颂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意思。啊，这个里头很重要一个意思啊，就佛讲经啊，它不是学校上课。啊，听众都是同时要到。佛讲经有先来后到的。啊，后到的，佛已经讲完了，讲一半了。他前面没听到，用偈颂把前面讲的用偈颂唱一遍，让后来的人也能听到，啊，能听完整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他设想的很周到，啊，那么像这些呢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，啊，在佛经里头非常之多，啊，法藏比丘。到佛前，你看礼佛赞佛，啊，先拜佛，拜佛以后对佛称赞，啊，赞佛，并发下广大誓愿，啊，赞佛的意义很深，啊，佛的大智慧、大德、大能，谁知道呢？啊，佛自己谦虚，你要问他，他说我没有德行，我也没有智慧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谦虚，他不肯说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如果没有人知道，不是很可惜了？不能去亲近他，所以弟子们又不能宣扬。啊，也不能特别去介绍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就用赞颂，啊，赞叹，唱歌唱出来，让大家听到，你听懂了，哦，佛这么好，去亲近他。啊，听不懂了就算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佛门里头照进心生的一个方法，啊，是让你自动来。绝不有一点点勉强，啊，不劝你，啊，劝你人家不好意思的是，啊，看你的面子来，这不是真心，啊，一定是用赞颂的方法，将他让他觉悟，让他感动，啊，真的明白了，他自然来，啊，他真心来，他就能真学到东西，啊，所以这个礼赞呢。这种仪规都是戒严大众的一种方便啊，所以佛门里头讲经，前面大坐啊，仪规差不多有40分钟这么长，都是礼拜赞颂啊。这个用意，一个是等后来的人啊，还有没有到的。等后来人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给这个从这边经过的时候，哎，他能够听到，啊，听得欢喜，他就会站在那边多听一会，啊，真听懂了，哎，他就入席坐下来了，哎，他要来听讲经，啊，所以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。啊，发下大愿，现在当来一切众生皆依此一尘愿海而得度脱啊。那么此地这一段文是不是有这些意思呢？有，都有啊。
阿弥陀佛这一会来参加的菩萨，不但是极乐世界的啊，他本地的，还有他方世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菩萨啊，法藏比丘的礼拜赞颂，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，所以欢喜也都来参加这一会啊，所以这个意义深长。我们现在看赞佛啊，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所有啊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你有。这个四句是一首，此地是切言颂啊，跟中国的诗很接近，没有诗那么讲究，诗讲求啊平仄，讲求啊押韵啊，它也有韵啊，但是不讲求平仄啊，押韵比中国诗歌要宽广得多，没那么严格啊，所以好懂。此颂在汉语每一句五字，在魏语呢每一句是四个字，唐宋两语是七个字，无疑却此颂啊，这是把五种原译本这一段经文呢先交代一下啊，唐宋两语义理文字均较深，故经本呢也为切言啊，多半采取唐宋两语啊，这是说汇集这个文字文句从哪个本子里来的，给交代清楚啊，因为汇集跟翻译不一样，翻译可以文字自己斟酌没问题，汇集一定要原来经文的文字，不可以改动它的啊，改动它的这就很大的忌讳啊，决定是原文。本颂啊首段这第一段第一首是赞叹佛德啊，佛的德行啊，我们要知道，不知道对他信心生不起来啊，愿心也生不起来，你要是真了解之后，你才会对他尊重，对他产生仰慕啊，而发心啊跟他学习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佛经摄受的力量非常强大，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不被他摄受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讲的人没有了，讲的人为什么没有呢？修的人没有了，你要能讲一定要修，你不入他的境界，你讲不出味道出来啊，这说明现在搞形式的多，搞实质的人很少啊，当年我的老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啊，他讲这个话我懂得，
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要重视之。形式没关系，不要受形式的影响。啊，要受外表实质形式上影响，我们把真正东西丢掉了，那就错误了。啊，我们要佛教真东西。啊，然后你才懂得那外表的那个东西好，你才会赞美它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我相信也是古来祖师传的。啊，我第一次听到是张家大师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刚刚学佛。啊，98年以后，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。啊，不到4年。啊，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先生跟我非常好，我们在一起好多次，在一起吃饭聊天。我记得是第一次他没做总统，他是新加坡驻美国大使，啊，刚刚离职回来，啊，没多久了他就被选上总统。啊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，他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他信印度教。他说对佛教最佩服，就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当时听了话感到很惊讶。啊，这个话是我过去只听到张家大师说，从来没人说过，居然他能说出这句话来，这人是内行不是外行。啊，他在新加坡做总统的时间最长，大概是3任吧，连到3任。啊，最近才退下来。啊，那个人是个好人，非常善良。啊，很难得。所以对于佛的这个圣德了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啊去宣扬。啊，这个赞叹佛德啊，第一个是如来微妙色端也。微是细小精妙。啊，妙呢是好是善是精的意思，那就这3个意思。赞美至此啊。里头具有啊不可思议无比的意思。啊，这是说佛的报土报身。啊，这个是法藏赞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。啊，他教化的这个地方这叫佛土。啊，他自己的智慧德行是他的报身。啊，显示在色相啊，不可思议称为妙色，称为微妙，微妙是精妙到基础啊，啊，相好啊，啊，相好从哪来的？是修来的。啊，佛有32相，80种好，啊，每一个相都是修来的。啊，经典上甚至于告诉我们，菩萨成佛之前先用100劫的时间修相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
相好能接引众生，人家看到你喜欢你，他就愿意跟你。学问再好啊，德行再好，相貌不好，人家看到你不喜欢，不愿意跟你学啊。所以佛一定要用相好，菩萨一定要用相好，他们懂得。啊，摄受人心呢、啊一定要相好。啊、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特别去修。色端也啊，色相端庄庄严，庄严就是美好啊，色相端正庄严也。法华经续品曰：声色如金山，端严甚微妙啊。这个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啊，他的身体，他的色相啊，像金山一样，他坐在那个地方啊，端正庄严，微妙啊，这说不出的好处。匿是藏的意思，隐的意思，王的意思，耀呢是明的意思，照的意思啊，这个都是比喻啊。一切世间无余等，这是法藏比丘所看到的啊，看到佛相貌这么好，他一生从来没见过。世间的妙好啊，跟佛比都比不上。光明无量照十方，光明是说智慧啊，是说的慈悲，智慧慈悲也啊，遍照十方啊，加持一切众生之类。日月火珠这三种都是发光的，日光、月光、火珠之光，要跟佛相比呢，它的光明就显不出来了，这你要的光明显不出来了啊。用这个来形容佛智慧慈悲的殊胜啊。注解里头首四句的意思，如来微妙难思的色相，端正庄严，一切世间所有诸物啊，无有能与等比啊，没有能跟他一样的，没有比的。以及赞佛记当中所说的设方所有我今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但是今天世人知道太少了啊，甚至于连出家人都说不出来。啊，我们在学佛之前到寺庙里面去玩过，见过出家人
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这些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感恩呢，第一个是感恩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。啊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这是当代的一个哲学家。啊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我当时很讶异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而且是多神教。啊，在宗教里面，多神教是属于低级宗教。啊，高等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就一个真神。啊，佛教什么都拜，就变成泛神教、多神教，那叫迷信。不知道啊，完全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年轻啊，你不懂啊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从来没听人讲过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不但把我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，而且生了什么向往的心啊，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？方老师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个可不能放弃。啊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。啊，我把它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完全相信，完全接受了。这才出家了，没搞清楚，我怎么肯干这个事情啊？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啊，影响很大，啊，很多人对这个宗教不了解的人呢，他都感到很惊讶，啊，我那个时候年轻，有辩才。啊，同学同事当中看到我出家了，都有直接有个感觉，佛教一定有好东西，要不然他不可能呐、啊，哪有那么简单的就把它说动了啊？所以那个一出家也度了很多人啊，让许许多的人对佛教是另眼相看了啊，我对于任何一桩事情不搞清楚，不会相信的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，前三年，完全是用哲学的心态来看佛法。啊，到后来越来越深入，感觉到佛法里头是有哲学，还有超过哲学的东西。方老师自己到晚年他有很大的进步啊，这个老人一生对于经典锲而不舍，他每一天都读经啊，他教我的时候还是用哲学这个眼光来看待佛法，可是到晚年他变了啊，不但变了，他皈依了，他真的学习了
啊，可惜走得太早了。他要是多活十年，那他对于太佛法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啊，他影响力很大。啊，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，特别是近几年，我们看到许多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，我们明白了，佛教不但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同时它也是最高的科学。科学跟哲学所有研究的结论，《大乘经》上全有，比他讲得更清楚，讲得更明白。啊，科学跟哲学上的难题，现在不能解决的，在佛经上都有，早就解决了。啊，3000年前就解决了。方老师说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呐。啊，这个下面说，佛法无量之光明啊，普照十方国土。其中日月火珠啊，这个四者的光焰悉皆隐蔽不现啊，火是灯火，火珠兼指一切火光，诸色摩尼啊，佛经上讲的摩尼珠啊，居足啊，这是印度话音译的枕带摩尼啊，这是印度音译过来啊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啊，就称为摩尼。翻译作呢，珠宝有力垢，有如意，有何之可以，可以意义为如意宝珠啊，这用意义，我们中国人讲如意宝珠啊，摩尼有这个意思。有大光明啊，超诸世品啊，我们世间这些珍宝不能跟它比。啊，慧疏曰：“天下至明，无大于日月。”啊，这是讲世间放光最明亮的是太阳。啊，晚上的太阳，这个白天太阳。晚上的月亮万品光耀，无垢摩尼啊，摩尼宝珠啊，宝珠也放光啊，啊，它的光明是外面光反射啊，它反射这个光啊，它有五彩啊，有很多颜色，看起来好看啊，譬如宝石啊，金刚钻啊，为什么那么尊贵呢？就是它这个反射光啊非常美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真正好的宝石
我们没见过啊，被很多收藏家收藏啊，我们不容易看到。啊，在一些展览会场当中，我们见到一些，啊，但是不能跟摩尼珠宝相比。啊，经典上讲的摩尼珠，我们也没见过。啊，只是看到这些文字的对它的形容。啊，说这些光明要跟佛光比呢，通通都比下去了，佛光超过他们呐！啊，在佛光之下了，就看不到他们了，啊，光明就没有了。这叫啊，你要这一首偈子。是赞叹佛的光明，佛的身相从富慧两方面来赞叹。身相是福报，佛给我们所实现的，一无所有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没有一个住所啊，就叫道场，他没有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寺庙，住在山林里头啊，住在河边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他能让别人这样尊重他，靠什么？靠他的真的德行啊，他的智慧，面孔放光啊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德行，他所说的，他全都做到了。啊，他的身份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位老师，职业的老师。啊，一生就这一个行业，教学。啊，他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从事教学工作，79岁圆寂。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放假了，没有一天休息。啊，他一生所教的，啊，这些经典留在这里，内容是什么呢？可以包括5大类。啊，普世的教育，教群众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啊，高深的学问，那就是科学跟哲学。5样东西都达到登峰造极。所以他是个教育家。他的身份是职业老师，是老师当中的典范。我们要搞清楚。啊，所谓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，像现在大学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啊，是学位的名称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佛，你就去拿这个学位，啊，肯定拿得到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到此地。